晚上睡觉就这样睡吗？我这个是刚刚那边解封的，你要扔掉，我打个气冲一下。我本来没有这个的。本来没有这个的。我今天晚上有被子吗？哦，睡袋，行。就睡袋是吧？在这睡觉晚上冷不冷？啊，冷我都不怕，就前两天下雨，潮湿不好睡。潮湿睡不着对吧？现在就是说一日三餐能保证吗？三餐啊，能吃上一顿就不错了。那你每天都吃什么呢？吃什么？就是那边有一个小菜园吧。有个小菜园。不要了，然后就是那锅呢，看就采访那个啥了。蒸点土豆，有时候这边有卖菜的，卖菜的在这边。那你那个水怎么解决呢？水。嗯。前两天买的，现在没有。我听那个大叔说那边有接的，有自来水。等会他说他要带我去接水。哦。前两天买了一桶，用完了。这一桶水多少钱呢？一桶水40块钱。40块钱。哦，好贵。真贵。我去年没有回去，我一直在嘉定，然后，二月份工嘛，然后来这边一直在这边，没有工作。今天是几月几号呢？今天是几月几号？今天啊，你看一下时间，看看你的手机时间。16号了，5月16号。那你现在就是基本上每天就是说，吃饭有没有人给你们做保障呢？没有饭。没有饭。没有，我都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。那你们怎么不说睡一些那些桥下面啊什么的？桥下面，前一阵子不是睡桥下面吗？啊，那为什么最近要选择这些树林呢？被赶走了。现在不让你们睡桥下面。然后桥底下我不喜欢在桥底下。有没有人跟你们说找一些别的地方让你们住？他说的是有一个隔离点的，然后我们不知道在哪里。我看你胳膊上咬的都是蚊子，这边是晚上虫子多吧？我是咬死了哇！很多虫子。被蚊子咬，我皮肤本来就不怎么。那个大哥抵抗力也好，我跟他在外面，从那个风控开始就一直在这边了。有没有说做过核酸呢？现在？核酸已经5天了。5天没做。5天了。没做是吧？前两天可以到那边那个地方做，现在做。他是通知你们去还是说你们自己去？我们自己去。抖音。